13年来，这种天气我们都在户外，还在做什么？请袁律师，那因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，那我们觉得以他针对368工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诽谤的说法，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368工程的所有8万多人的所有的捐款者，其实是很不公平的。3年来，所有的8万多个捐款者，多少人去拍椅子？319个乡镇，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乡镇，我们哪里来的蓝绿呢？你告诉我，我没有因为这个乡镇，他的乡镇长或县市长是蓝是绿是红是黑不管，我们每一个乡镇至少去走2回合，13年来没有停过，怎么可以这样去污蔑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勇敢，因为所有的捐款者都爆炸了。对不起，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不是错了？是不是他不够努力？看到那样子的留言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真的站出来。我要拜托叶律师，你是一个专业人士，不是一般像我们市井小民不懂法律。所有的资料，368工程每一笔的收入，我们每天 update 13年来没有停过。所有的支出，我们全部是会计师看过，陈明贤教授他每一个月在帮大家看。内政部我们去申请劝募条例，每个月在上传。你告诉我，我所有的收支不够清楚吗？